嗨，大家好，我是曼妮。合作社2022母亲节预购从3月7号到3月26号，所以各个站所都已经如火如荼的展开了。台南站所呢，为大家带来首先重磅登场的是酒醋组，看到了，这是我们的草莓清酒，它的生产者是宜谷。然后这一款酒类是要冷藏的哦，然后用我们指定农友的草莓，所以它草莓的香气很浓郁，然后也因为它是用无过滤的生源酒为基酒浸泡新鲜草莓而成的，所以那个酒香啊跟酒的纯度，你喝下去你就会有感觉。这一款酒的酒精浓度在10度，我个人觉得还蛮刚好的，会喝酒跟不会喝酒的人呢都是可以接受的。接下来看到的是养生组，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是花旗参银杏露，关键字是银杏啊，我有帮大家喝，我觉得还不错，所以会花一点时间跟大家介绍，大家到站所的时候千万都不要错过哦。我是曼妮，我们下次见，拜拜。嗨，大家好，我是曼妮。这次母亲节预购的养生组来咯，我都很喜欢，所以特地跟大家介绍。我们的善良低基金在节庆预购的时候都会把它包装成礼盒，一盒里面有10包，售价也会有88折的折扣，所以大家都可以趁这个时候补足。接下来看到这个是幸福美满冲调组，它的生产者是吉昌。有两盒，一个是花旗参银杏露，一个是可可杏仁茶。花旗参银杏露呢，它就是有那个淡淡的木头香气，我冲泡来喝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我还蛮喜欢的，所以我觉得要推荐给大家。接下来看到的这一款是得奖茶，生产者是博雅斋。这一款相信我们社员们大家都不陌生，它有限量1000盒，所以如果想要的话动作要快。接下来看到这个是我们这次的有机黑枣干，它是用整颗的黑枣，就是西洋梨去籽下去做的，所以刚刚给大家看到一整颗的。然后还有这个综合莓果干，它是整颗樱桃去籽烘焙，然后有酸樱桃干跟野生蓝莓干。这次母亲节预购，有酒醋组草莓清酒，然后跟刚才看到的养生组，接下来还有保养品组，我们拭目以待。我是曼妮，我们下次见，拜拜。嗨，大家好，我是曼妮。进入保养品组之前呢，我们先来插播一下蛋糕喽。这是鲜柠檬蛋糕，它是由胜利厨房制作。跟大家讲一下，胜利厨房呢，它是提供身心障碍者就业的社会企业，还有看天甜，我们一向支持的。在节庆预购的时候呢，希望社员们我们可以一起用共同购买的力量来支持我们心中良善的社会企业。接下来进入到保养品组咯，首先看到的是绿藤，相信我们社员们都不陌生，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这是新上架的。我们看到了燕麦护手霜，我有试抹，它还蛮滋润的，因为它有5种植物油脂。来，右边看到的这一罐，它是有机玫瑰精露，生产者是大花农场。在合作社架上呢，也有大花农场的有机玫瑰花茶，所以相信社员们对大花农场的产品是不陌生的。这边看到这个是我们之前也有预购过的水嫩保湿面膜一组，这些都是回馈不错的，所以这次都会再放进来在母亲节预购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大花农场这个有机玫瑰精露。大花农场的有机玫瑰啊，它有得过玫瑰神农奖，所以它是品质蛮好的玫瑰。这边看到可以加水稀释1:50，是可以喝的，帮助睡眠。平常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当成化妆水来使用，也可以把它当成保湿矿泉喷雾。我们有时候夏天啊都会觉得脸很干，水分常常流失的很快，都会对脸喷一下那个保湿矿泉嘛。我们以后就可以喷这个玫瑰精露，它喷起来还蛮舒服的，而且有淡淡的玫瑰花香。这次我们母亲节预购的保养品啊，除了我们大家平常就很熟悉的绿藤，还有法兰因，然后就是有多了这两项，燕麦护手霜跟有机玫瑰精露。绿藤的保养品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不过从去年呢开始有多了眼部霜精华，这个大家的反应都还不错。比如说化妆水啊，跟纯粹保湿精华液，跟奇迹辣木油，还有绿色海洋精华油，跟活萃修护精华露，这个都是大家应该之前都还蛮常用的，所以都可以在这一次列入母亲节预购的选项里面。好咯，我是曼妮，我们下次见，拜拜。